深受观众喜爱的节目《综艺三国志》四周年了，主持群们特别南下台中举办见面会，回馈粉丝。《综艺三国志》节目播出届满四周年，主持群们特地南下台中举办见面会，与粉丝相见欢。热情的粉丝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，为了能与粉丝有更进一步的接触，现场还玩起安全之吻。现场粉丝和主持群们大家玩得不亦乐乎，活动上他们更宣布节目将有新血加入。沈鼎君到底加入了哪一位？一二三，齐吗？活动上惊喜连连，不只有沈鼎君加入，还有位大来宾亲自到场站台力挺。希望大家给我支持之外，我也想要支持《综艺三国志》四周年生日快乐。这么有勇气的想要加入我们团队，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个考验嘛。我觉得加入一个过关机器的话，会让我们有点得失心了。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。有了威廉新的加入，大家都相当的期待，期待能为节目带来不一样的火花。四周年生日快乐！谢江吴福燕台中报道。